人的生儿停了，停了。今天三月三日，安王公小大会，又是长老受婚单子，你我一同去到安王公，一者广会，二者拜寿，先帝生儿一下如何？小比正就岁，你我一同前往，请。你们少儿等待小和尚，那干啥来呀？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！原来是关师叔，你好啊！我等前来拜寿，快快禀与长老。你稍等，你稍等。啊，冰师傅，众位领兄长有请。是，有请啊。我看你在哪里啊？啊，众位英雄。
咯铃铃铃铃，杨超叫好一点会，妹子正走了正堂中。他是谁家的妹妈，看得我一眼就生。姑娘啊，那是谁家的三院呢？这是汉梅的三院呢。咱没有这大一块三院，那可不是。嗯，那开房的夫人她是谁呀？那不是华婆吗？真干，去问她了。我说的是那个年轻的，那自然是汉梅之妻汉大娘子。汉梅之妻？哎，汉梅可不是个漂亮的老婆？嘿，漂亮不赖。哎，姑娘啊。啊。你我咋能和他说说话呀？这还不容易？侯爷，你莫常听人家说吗？人以礼，以当先，是树长花果为源呐。你上天施礼，他必然还礼。这施礼还礼，就能打花。哎呦，你这肚子里倒有发了啊！哎，菜了，哦，菜了。大嫂前来见礼了。侯爷，弟妹，侯爷要与你见礼，不见礼吧？哎，见礼这无妨，有我在此，去。我这将还礼了。大嫂，我的汉大哥他在家吗？他不在家中。哦，那他到哪儿去了？万万公往回去了。哦，往回去了。那家妻大嫂一人，你不寂寞吗？侯爷，放尊重些，休他无缺。姑娘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啥是木曲啊？哎，这就是木曲，这就是木曲，哎，这就是木曲。哎呦，这就是木曲。
那个失双脚的是谁家的儿子？哦，你问那个失双脚的吗？是，那就是常来赞夫卖野味的那个华婆的儿子。哦，这么说是华婆的儿子。正是，是华婆的儿子。嗯，你可知道他？他什么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的名字吗？哦，他叫花云。怎么他叫花云？花云，花云啊！快点！哎呦，慢点！Thank you.
自在呀、啊！风里也敢去，雨里也敢来呀！伙计，奉我太爷之命，捉拿韩贼，就此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快快嗯。
十字交接十算三成，也为管事大国计，十字该签用。是拿得不出那个官，就将我心他断于那烟手。外合一击中手，杀他个几十不留，何为第一把？
连累老三。哎，相君你何出此言呐、啊？哎呀，我是来请神娘白板吃饭。不听，二位无奈，老三饭。不敢。哎，我说实在就实在，你快约亲众位好友，我大老在后府看你个出入怒进。再用百万红招官堂，见你啦，那不用见你，快快请坐。好多谢。
先叫你死左啦。小爹你可好吧？大娘你可好吧？太成人家，吃饭了就好。小姐，你看这样。
娘给我送点好的呢。哎，对呀对呀，今天的不好，明天给小姐送点好的来。哦，今天的不好，明天给她送好的来。嗯，那最好啊，你给她送个活的来。啊，快回去吧。小姐，我走了。寡妇，你可早点送来，明天你早早送来，可不要忘了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，我记得从轻着嘞。妹妹，你刚才一话不都说些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有说。还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呀早就来了，你们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，太闹事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什么事情也不管了。怎么说你多会都来了，俺说的什么话你都听见了。我都听见了，太闹事了。要是听见了我就不瞒你了。好，既然不瞒我，那你说说我听听。寡妇说吧，他的儿子难把女装送到咱家，叫我们两个人见见面。嫂嫂，你看这个事情可是实在的还是实在的？妹妹，咱们是省的人家，岂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？这个事情啊，可是实不得。嫂嫂，实在的，哎，实不得。好嫂子了，实在的。那我说使不得就是使不得，没见过堂堂后夫的表现，这样不很早。我有病，哎呦，我有病啊。好奶奶，娘子，那你说这个事儿使得使不得呀？你
哎呀，这冷冷清清的，拿什么办喜事的样子？你看这。哎呀，别管这个快将门嘛。快快快，走走走，捉着去。俺家呀，我你咋在这儿？今天是韩大娘子的大喜日子，她家没有人，我来给她帮帮忙。好，倒是我侯爷顶你有赏啊！老婆，侯爷亲自迎进来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别在门外稍等，我去搀他上轿啊！好，老婆，快点！这怎么样啊？嗯。弟妹，赶快上轿吧！不用想什么。鼻子眼呐，就是他撞的我吗？就是他。嗯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挡住侯爷的路径，把他给我抓去了。这，哎呀，我问不起。这，你呀，大坏蛋，干我娘！
看见了吧？你老人家有鬼，你多可能一眼就把他震住了。对，你震住了还行啊。哎，你来，你来，他是看见。哎，会，唐会，因为没有鬼，他不鬼，镇不住他。不准。嗯，唐会，我的。唐会，唐会，唐会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挡住侯爷的路径？野驴头，刁蛮畜生！你是老畜生，对，侯爷真吃亏了。哎呀，他骂我，我不骂他。你为夫人欺压百姓，今天碰见你父老爷，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刁蛮畜生。是不能去了，赶快睡觉吧。脚打水了，嗯，脚碎了，脚碎了。那就讲究着骑马吧。马也叫骑跑了，马也没了，马也没了。哎呀，怎么可能走不动了？那你们看着我吧。脚打水了，哎呀，我打水了。Thank you.
没有？嗯，坏了吧？坏了？哪有这回事啊？那华贵呀、啊，他是唬你的，你就当成真的了。你看看你，又是带环的，又是插分的，打扮的这么好看，叫谁看呐？真的呐，就没这回事儿。怎么说没有这回事儿？可不，没有这回事儿。是他唬我的。他唬你的，白高兴一场。我有命。还有命啊！哎呀，你别哭了，走走啊，我护你呢，那花轿可累了啊！真的，可不，我看你。
你看看你穿的这一身，大把的给个新郎官似的，到哪去了？哦，朋友办喜事，让我做陪婿。啊，朋友办喜事，让你做陪婿。对啊，你为什么陪红带花呀？这，哦，那人家那行这规矩嘛。啊，人家行这规矩。哎，对对对。我问你，那花轿里边坐的是什么人？那是我给你买了一个丫头。啊，给我买了一个丫头。对对。那你对我可真不错呀。哎呦，那本来就不错嘛。那走。呀、哎。你这脸上是怎么了？那是骑马摔了。你想到哪去了？啊。哦，我到书房去卧伤去。你到书房卧伤？那咱们有卧房吗？为什么偏要到书房去啊？哎呦，你看我摔得很厉害，这横啊、摔呀、啊，不是怕扰乱你吗？哎，我还是书房去吧。站住！我今天呢，偏不叫你到书房，跟我回卧房去。哎，我还是书房去。走。哎呦，我还是书房去。哎呦，你，哎呦，
江湖仇。往日乡巴道，今天